有食嘢咧，出名平靓正。今次就大家嚟到珠海依间宫廷风嘅火锅烧烤店，百零蚊咧就可以食到咁多嘢啦 ，CP 值极高。开餐了。后宫烧系以古代宫廷做主题嘅饮食烧烤店，装修充满风格，系珠海嘅人气食店之一啊！全间铺咧都系任饮任食嘅，食物选择超丰富啊！包括咗肉类啦、海鲜、熟食、蔬菜、甜品同埋饮品等等。中意食海鲜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，全部鲍鱼都系新鲜上台嘅，睇下仲识喐噶，超生猛啊！价钱分做1600皇后价同埋1200贵妃价，分别就在于贵妃只可以点一次海鲜。店员不时都会埋嚟帮手烧同埋换烤盘嘅，食唔饱嘅话仲可以追加小火锅添。推荐美食肉寿同埋海鲜迷啊！